星灿2015年因病病逝，一日适逢逝世4周年。情同姐弟的安以轩一如往常发文悼念，诉说想念之情。安以轩一日在社群网站上PO出一张两人的 P 图，照片中顶着天使光环的安钧璨露出微笑。尽管已经离世4年，安以轩表示想念不曾停过，还有很多话想对他说。自从安钧璨离世后，他和一群姐妹组成的安氏企业已有4位接连晋升人妻。怀孕8个月的安以轩也不忘向安钧璨报喜，除了向他喊话准备好当舅舅了吗，也分享了夏雨乔登记结婚的消息。最后感性写下，知道安钧璨一直在天堂守护着大家，他们会带着这份守护朝着幸福前进，要安钧璨不要担心。一席感人言论让人动容不已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